要动，没关系就动，好不好？来，再一次，站起来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许先生、刘传统的支持，我们今天才会站在这里。第一个台湾被坐下来了，第一个台湾在这里演唱的合唱团、歌剧团，所以我们谢谢刘团长，谢谢许先生。